起来了。好，这样子要把这个口收起来，绑起来，先打结。不，哈哈哈！小心啊，掉下来了。我要把上面滑轮放下来。哇，快快！一会儿呢，要给小宝一个惊喜，太厉害了！没一会儿你们就找出来个热气球，我想陪小宝一起做。可以啊，一会儿你们都做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成功了，快点，你可以放了。好啦，热气球成功。你看，待会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做热气球。这里呢可以坐两个人。好，还有一个艾玛。我们到房间里面，到屋子里去等其他的小朋友来。老师说我去采菜了。老师说我去采菜了。这么棒呢？采了什么菜给我啊？他去采了油麦菜。你要采油麦菜来让我做吗？蓝莓公主，小宝回来啦。我要喝水，洗手，洗完手给你倒。吃蓝莓，他们采的，洗过了。哦，好嘞，一会儿手也洗手。真的好多蔬菜呢，后面好多长成的，再不吃就会坏掉的蔬菜。我们，那还是。哎，小宝。姐姐，我看到热气球了！姐姐，我看到热气球了！既然看到，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。其实那是我们给你准备的惊喜。那个东西，那不是热气球，那是冷气球，那不是热气球，那是冷气球。我想做冷气球啊！做冷气球啊！哎呀，它是我的惊喜！啊，晚清，我有惊喜！晚清，我有个惊喜，你想不想做冷气球啊？冷气球。你想不想做冷气球？它可以晃啊晃啊，晃没了，飞走了。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要去玩热气球了。我不想去了，你们去吧。走吧，小朋友们。走。快躲到里屋了。慢点，小宝，慢点。